这个上一次讲到低标，现在讲到一标哦。事实上，多发局的作业应该两标应该合并举行哦，这样才造成有效率。另外，这个施工呢，我们要站在代表里民的立场，就是说，刚才已经有解说了嘛，上次也有讲到，我希望这个希望来施工能够很顺利，可是这个一定会带来对当地居民很大的影响。另外一个意思说，就是你们施工，我再次重调，是不是一个礼拜有一天让里民可以休息？这都发局跟人家在订合约，就不顾老百姓的休息，对不对？现在一般的公寓大厦要起码假日要人家休息，我这一点希望都发局这个合约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订正？另外那个联系壁哦，联系壁当然有施工的安全的问题，可是你们以你们大陆跟黄昌现在是大陆工程，这个施工说明会希望以你们大陆的这么大的公司，你不要拖到下午再开始作业联系壁，又弄到三更半夜，到时候老百姓怀疑说这个不做的话会塌陷，你们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做调整。现在以捷运局在施工，当初也是要24小时，可是民众真是受不了，要吃安眠药啊，这样才能够睡眠哦。还有且那个是岩壁，这一点就是请那个都发局跟施工的厂商哦，一定要配合，不要造成那个民怨再去抗议就不好。另外那个施工的人行道，相信那个既有的人行道，不要说回到，可能今天有方舱来啊，既有的人行道你要维持，让人家能够行走，哦，那么我相信这个84巷跟大道路，很多人在外围运动，施工人行道，希望那个大陆这次是大陆嘛，哦，方舱的人行道要留出来。那个及时的监测设施哦，里民没有不可能24小时在那边看，是不是有一个机那个电脑或是什么一个超过20的时候有一个红灯亮，是不是有一个标示？哦，不要说我已经做了，啊，做了到底有没有那个警示的作用？那我这一次的幻灯片也看到都有那个30车出入有那个清洗啊，表示里面也做了，那个已经有做这个准备，哦，那也希望挖土车按照既定的路线，不要变成乱窜，哦，现在讲的都非常好，到时候乱窜造成交通的，我们希望维持这个交通的顺畅，所以以上讲的。这个空气品质啊，这个监测设施啊，施工人行道、连续壁，最后一点，上次在提到，都发局长有讲到这60米的绿带，他自己亲口讲的，100%的公园，我不知道局长讲的话会打折，哦，还是就是说不要说又硬铺面，又做了其他的设施。这一点，我希望你们会议记录要写清楚。都发局局长亲自讲的，绿带就是绿带，公园就是公园，不要有其他掺杂其他的，什么营区车要进入啦，啊，这个那就这样就不像那个林周明局长讲的话会这样就会打折扣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里长的这个指教啊。那我看简单是不是有关这个施工天数，当然施工的期限依照建管处它是有规定的啊，就是说假日可能施工期是比较短。那这个部分哦，就是有关星期天休息这个部分，以及
连续壁跟这个监测这个部分，你是不是先请大陆的部分先回应一下？那实际上目前规划来讲的话，假日及连续假日部分一定会，一定会禁止高噪音及大型车辆的进出。那安排的部分的话，一定会朝向低噪音的部分来做。那夜间施工的标准在哪里？你们就让可以让人家休息，或者请那个科批或督察局长来住在这边。是那个李长讲的，我希望你们带回去给督察局听，不好，要民众连休息都没办法休息。那夜间施工的部分的话，已经，这边安排的部分会照里长所讲的哦，实际上就是在晚上十点以后是禁止施工的。那个监测的，监测标示，你们现在的监测系统标示啊，里长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当我们的空屋噪音有超过标准的时候，它会不会有一些？红灯指示啊，或者说是这个看板会可不可以增加一些这个警示灯，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轰鸣声啊，这可以做得到？可以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跟厂商来做研究。那至于那个轰鸣声的部分的话，实际上还是以不扰民为主啦，因为音量上的话会影响。对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 OK 了啊。那另外那个。施工人行道的部分，这个部分我想应该是不会有问题啊。维持人行，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做的啦。这个这不做，我们一定会到的。另外，这个60米绿带跟百公里那个杨建军是这边可以回应一下。那个绿带那边是没有云梯车的，云梯车是在两边的路口那边，没有跑到那是60米里面去的样子。所以绿带就是绿带，没有错。有另外就是说，这个施工的他要确实管理他的花圃的行进的路线，要确实管理。我们有专管，也有监造，这个部分我们会严格去督促，请里长放心。跟里长报告一下，目前规划的行车动线一定会照办，你放心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请第二位发言。那个登记发言就是中国语的。